怎么这么多人不知道贝贝家，只知道舒肤佳呀？那你是用舒肤佳的肥皂呢，还是沐浴液呢？问题来了。我前面是想到一个什么话题很重要的给忘了，想起来了啊，就是想问一下大家，这个现在男人抽烟的比例有多少呀？对不对？现在雾霾这么严重，我想问大家，你们还抽烟吗？这雾霾都可以致人于死亡了，你们还抽烟吗？抽烟的 Q 个一，不抽烟的 Q 二，啊，那种就是100年抽一次的，就算不抽烟啊。哎，我怎么感觉还是不抽烟的多呀？这样很让我怀疑你们的年龄啊！要知道，本房间小于18岁的是不能进入的。所以这里都是小于18岁的人吗？哎，我怎么觉得我其实身边抽烟的人很多呀？就我原来在公司里，我觉得他们很多人都抽烟呀。哎，你们能不能诚实一点？再来一遍啊！这个抽烟的 Q1，不抽烟的 Q2。我只想说，你们真的是太不诚实了，怎么可能？哎呀，这样我觉得，我以后是不是说话应该注意点啊？这里的年龄让我有点感到害怕。怎么办？你们年龄都感觉这么小，我该跟你们聊些什么呢？这直播间的这个标题是不是该改啊？其实我说的打针没有其他意思，就是我最近，你们也感觉到我嗓子不太好。哎，你们千万不要去百度啊，或者去这种什么各种贴吧去问，就打针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就打针就是去医院打针而已。
我怎么觉得我起反作用了？有人真的要去百度了。这个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既然是打针，我就要说一下，以前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打针挺爽的，真的呀。因为是这样的，我小时候人比较瘦嘛，体质不好，经常去验血。可是我觉得验血就搓一下挺爽的呀，我是不是有受虐倾向呀？但是有一点，我有一个针我是不喜欢的，就是很小小时候那个打屁股上的，啊，那个是发烧还是什么？就是很小小时候打屁股上的那种针，那个太疼了，那个实在是受不了，屁股上不能接受。哦，所以那个屁股上的针是青霉素是不是？就是打发烧的。话说，哎，这时候我要小小的自豪一下，咱的屁屁这么的倍儿爽，倍儿紧，倍儿翘，这个肌肉肯定很结实，对不对？打进去的确会疼。还在谈论我这屁股呢，这都翻篇了。哎，我打了个嗝，你们听到了吗？
话说，我最近就是看我这个朋友圈，我不是前面说了吗？很多朋友都结婚了，然后我发现这个他们又跟他们的父母拥抱了。哎，我发现一个问题，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这样，反正我平时跟我爸妈是从来没事儿不会抱的啊，我已经好多年没跟我爸妈没抱过了。这个好像只有到了结婚要嫁人的时候才又会跟父母抱一下。我想问一下，你们平时都跟你们父母拥抱吗？好，很多人说是一个形式啊，这就引发了我们的深思，这真的是一个形式吗？如果只是一个形式的话，为什么要跟女朋友经常要抱抱呢？嗯，对啊，为什么？啊，所以你们说这个拥抱只是结婚上的一个形式吗？嗯，可是我想只要是过来人有结婚过的话，会对于这个结婚这个场上的一个深深的拥抱就记忆非常的深刻，因为你们有可能已经是十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没有抱过了。所以我们就觉得是不是我们有时候平时都太拘谨了，不愿意去释放自己的感情，其实可以多抱一下，对不对？这个为什么跟父母这一生啊，你的一生跟父母的一生，对不对？嗯，那么短短的几十年才抱过几次呀？除了你不懂事的时候抱过，这长大之后咋就不抱了呢？抱抱更健康。